奶茶三兄弟少冰正常。奶茶三兄弟少冰正常。对。这样一杯涨了40元哦。三杯好了，先生。小心哦。中零40元。OK， 你要袋子装吗？要袋子。好，稍等一下哦。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下哈，有些部分门市啊，它换成那种比较细长的杯子，那请问容量是一样的吗？都一样哈。它是杯子变长，然后我们原本的胖胖的，就量是一样的。嗯，我是想说，有些门市它换成比较。好了，谢谢光临奶茶来，谢谢，谢谢，拜。拜拜。